下哦。好，他现在在那。哎、欸，小心小心，转过来转过来，他朝我们过来，小心小心小心。我是放小枪吧，没有。不是不是不是。比放小枪小心一点。它就像漂流木一样在休息吧，好像没什么特别在动的样子，就是漂浮在海面上。这也是这些抹香鲸在海面上很。嘴巴，嘴巴，嘴巴有张开吗？他翻了，他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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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肚，翻肚。可以吃吗？多了吗？可以吃。不一样，这是很乖。怎么没有带金蛋糕出来？这是不一样。对呀，麻烦宣传一下金蛋糕。代言人，代言人，代言金。啊，这是什么金？真的假的？哎，我觉得那个背。我相信也可以。可是我没办法拍船哥那个的，突然间刚刚就一个转向，可以发现他们身上每一只个体出水的时候身上的花纹都有点不同，黑色跟白色的比例也都有点不同，这就是它们很大很大的特征哦。因为它们身上的花纹，就如同刚刚说的，都是后天。
呵呵呵呵。